步，到桌你先打呼，三天没功夫，子弹全交谁先生死未卜，黑框眼睛嫉妒，下探不穿西服，动作不含糊，失眠埋伏，那要飞鸽传书，出门别曾西部，人独就人复苏，这里没门户，没证书，说话没有江湖，表情别上本部，不懂人间沿途，就会要严肃，真是要哭，面不熟心中熟，大英雄不江湖，依旧让你模糊，劝你不能马虎，不必问我出处，小人物别不服，一拳要你晕乎，打垮你八卦图，分江你也明珠，都已经清晨五点，你要想办法休息。是啊，又到了卯时了，在我们明朝那是日新时分，自从小点中毒以后，每每在这个时候他就醒来，说自己全身燥热。就别这么担心了吧，小董，你不知道，我跟小典从小一块长大，一起习武，一起进宫当差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分开过。许兄哪是那么单纯的，他一定是被骗。如果就像你说的，裴西章是如此奸诈狡猾的坏人，许兄哪一定很快就清醒。如果在他没清醒之前就被杀了呢？彭大哥，你可别冲动。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了。你该不要自己去找黑西装吧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你再睡一会儿吧。你跟徐兄台都是我好兄弟，我绝对把他找回来。不用担心。啊？我累了，要休息了。我不能再用读心术，就算彭大哥心里真的想要自己冒险，我也不能再用读心术误人误己。大师傅，今天早餐加码哦。莫姑娘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看大师傅为了二师傅一直心情不好的，所以我特地去买了很厉害的早餐哦。这是班尼迪克蛋，那是法式吐司。嗯，你说这是什么蛋？班尼迪克蛋，就是发明这道餐点的人的名字，很好吃的。大师傅，你吃吃看。试试看吧。这只黄黄的东西都馊了。这么好吃的班尼迪克蛋，怎么被你讲得那么恶心啊？燕京哥，彭林，你这么早飞机啊？好久不见啊！你好吗？好想你啊！我好，有点紧。彭林，放心。哇，你要训帅了耶！燕君，你认识这位姑娘？她是我
热情的学妹，马波尼，你们也可以叫她波尼。彭泽彭大哥，莫涵。波尼姐你好。哦，你就是燕俊哥说的莫涵啊？哇，真的是好可爱哟、哦！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燕俊，你刚刚说的这个波尼是洋文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只小马的意思。小马？这位姑娘，你姓马，取了个英文名叫小马，那不就是马小马吗？是啊，彭大哥。太过自信，才害你变这个样子。我不会再依赖独行侠。可是你不是一直很担心彭大哥会去找黑西装吗？如果我想知道的话，我直接问他就可以。好，那如果彭大哥为了不让你担心，所以不跟你说实话呢？这是事实没有错。可是我觉得你不发誓我们这样独行侠，都是因为我，害你差点丧命。我都想干脆死一死算了，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而得到危险。听莫涵说燕君的学妹爱上彭大哥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我倒希望是这样，如果彭大哥可以爱上他的话，这样子他就不会再直接去找黑西装。放屁，彭大哥，马姑娘，你听我说。哎，马姑娘，哎，马姑娘，马姑娘，身为女子，应该温柔贤惠，怎可像你一样追个男人到处乱跑啊？这成何体统啊！我知道我是热情了一点啊，可是我谈感情可是很认真的，绝对不会反复无常，只有三不四。我听得出来，你倒是还会几句成语。人家我可是燕君哥的学妹，成语算什么？我还可以告诉你燕王门天柱的闺房秘诀。这个大的妖女，竟然敢侮辱我主上！是人都有欲望啊，你要不要遵从你的欲望啊？我会让你很 happy 哦。大的妖女，要是再放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，不用那么拼嘛！彭大哥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快把这匹马给我拉走，你快点啊！简婷姐，我要听彭大哥了，他那么帅，武功那么高强，等我把握他的时候啊，我包个大红包给你。你们继续啊，我倒没看到、啊。哎，小姑娘，救我！从今天开始，你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一直到你接受我的求婚为止。哎，小姑娘。莫涵，去哪里啊？我去帮大家买便当啊。我不是有跟你说过吗？不要一个人行动，你忘了？只是去买个晚餐，没关系吧？还是你陪我去啊？好啊，不过买晚餐之前，先陪我去一个地方。好啊。走。
燕君哥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位是……好，你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鼎鼎大名的黑西装达人。燕君哥，你干嘛带我来找黑西装？老板，你要莫寒，我已经把人带来了。可以。燕君哥。莫寒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冒险犯难吗？那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。燕君哥。可以。怎么？把人带下去。你怎么？你放开我！燕君哥，你放开我！燕君哥，燕君哥，你都别吃了！燕君哥，放开我！送点吃的，谢谢。莫寒，肚子饿不啊？要不要吃一点东西？嗯？他们没有伤害你吧？叛徒！吃一点啊，来，炒河粉哦。来，燕君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难道你被他们喂了毒药？没有啊。还是你的家人被那些坏蛋给绑架了？不可能啊，燕君哥，你不可能帮那个坏蛋的。怎么会不可能呢？坦白说，自从我认识黑西装之后，我还挺崇拜他的。我不相信，你一定是被威胁了才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燕君哥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可以跟小东哥一起讨论，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莫寒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黑西装已经控制了整个世界的财阀政要，他的势力啊是无远弗届的。更何况，其实近几年啊，我的很多 project 常常中途就被撤掉了资金。还有，当我要申请经费的时候，会受到很多的冷言冷语跟无知的质疑。收购。莫寒，跟着黑西装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你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啦。莫寒，听燕君哥说一句，你知道的，燕君哥是最疼你的。来，喝水喝水。可以了。听我的话嘛，我们一起投靠黑西装吧。不可能。你确定？真的不要？那就不要怪燕君哥了。我真的很不想要伤害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放开我！你在这面至少可以吃东西。听我的话。现在你失去行动力，对你而言比较好。还有啊，好好认真的考虑一下我说的话。没想到燕君哥真的是投靠了黑西装。燕君哥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孙元君，
我就是不明白了。哎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行为吗？什么行为啊？上次我们可以直接的抓住莫寒，可是被你护送走了，而这次你却亲自的把他送上门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行为反反复复的，我真是不明白啊。其实我正想告诉你这件事情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喜欢莫寒。你喜欢他还要把他给抓过来？我更不明白了。你想想看吧，你跟洪晓东的这场战争一定会有人受伤，我既然喜欢他，我当然想要保护他，不想要他受到任何伤害。我思考过，只要我现在跟你表达了我的心情，而我想他待在总部比较安全，不难懂吧？那好啊，我现在既然把莫寒抓来给你当做人质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简单，我要你保证他的安全，而且我不准你喂他吃林子兰。如果你让他吃那种东西，而我们之前所有的交易将全部取消。好，我答应。谢谢。突然对我掏心掏肺，不像孙延军的作风，不对劲。小天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禀报老板，我已按您吩咐亲自盯着海滨城的财主还有官员们服下了灵芝兰。老板，您真是德高望重，菩萨心肠，把这么珍贵的药材都能赐予他们。哪里哪里，小天，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在彭泽后面的小弟了，如今你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多谢老板赏识。老板，这不是慕寒姑娘吗？是。老板，我想她是无辜的。她跟洪晓东一帮反贼在一起，怎么会是无辜的呢？老板，那我可否前去探望慕寒姑娘？你说什么？我和大哥，我和彭泽出来海滨城的时候，多亏莫寒姑娘照顾我们，或许我可以劝劝她。好吧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万万不能心软啊。是老板。队长，开门。是。师傅，木寒姑娘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木寒姑娘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怎么可以用手铐？还不快打开！出去吧。是。把门关上。师傅。寒姑娘，我们都好想你哦。我也想你们。我现在是队长了，你放心，他们一定会像贵妃娘娘一样招待你。我才不想当什么贵妃娘娘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回头。
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。怎么会呢？自从二师父你投靠黑西庄之后，大师父每个晚上都睡不好，他现在很憔悴，你知道吗？我大哥和我恩断义绝，怎么可能挂念我？大师父最关心的就是二师父了，他每天都去图书馆帮你找解药。哎，什么解药？林芷兰呢？墨寒姑娘，不要胡说。林芷兰乃珍贵补药，是老板赐予我们的。二师父，徐飞姐要是知道你现在是黑西庄的队长，她一定会很讨厌你的。因为问老爹他，问老爹怎么了？万老爹被黑西庄给害死了。什么？黑西庄的话根本就不能信，他把我绑架，还害死了万老爹，他根本就是个坏蛋。万老爹死了。一鼓作气。